Good morning， 大家好。哎呀妈呀，周姐今天非常珍惜我的最后一天的假期，于是我在沙发上睡了一个美美的午觉。然后你们肯定知道，我马上就要开始准备直播了。直播之前可不能这个样子直播，对不对？所以赵姐今天就是，也不是敷衍大家啊、也不是敷衍大家，就是画一个3分钟的美妆视频，让你们看一看一个不精致的女演员是怎么来准备工作的。你浓我浓。打过多少次底了？哎呀，我都可以，我忘记打隔离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天不隔离。今天不隔离了，哎呀，节约时间，隔离什么隔离？换眉笔，仔仔细细的勾勒一下，就是空缺的地方。这儿就往上，就是把它这样描一下。就随便拿一颗眼影，打开，点一下。完成。就拿一个加睫毛的。夹夹夹。你看，你们老问我怎么加睫毛，就这样加的啊。好嘞，苍蝇腿儿了，没关系，大家假装就没看到就行，因为我们只有3分钟的妆，然后就必须要很快，就你就跟没看到一样过了得了，就没看到。哎，不要惊慌，不要觉得太红，不要惊慌，你就这样先涂着啊，因为已经把这个扭好了，感觉一点。消肿一点，看起来又困，稍微清醒不过10分钟。这颜色一点都不会显得深，而且会显得你就是再敷衍化的妆，都会显得你好像认真化过一样。交给你们，看了一下时间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总共是用了10分钟的时间化完这个妆，但是我跟你们说是3分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墨迹。正常的打一个招呼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我脸很胖，但是我还是也不适合瘦脸大爷，虽然脸胖也不适合瘦脸大爷，好惨。蠢花什么呀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问我的净身高，都说了1.88米，这个事情不要再问了。1.88米，我净身高1.88米，穿着鞋1.91米的样子吧，其实差不多。姐姐有多重？320多斤，差不多。我1.9米的人，我300多斤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谁说我有2吨？过分了，300多斤而已。